10月19日，在墨西哥圣路卢卡斯，演员艾玛沃特森与新男友布兰登华莱士在海滩度假。当日艾玛沃特森身穿黑色比基尼，性感撩人，她与赤裸上身的男友一同躺在沙发椅上，期间两人搂抱环腰腻歪不停。男友在看手机时，艾玛将下巴放在男友肩头，举止亲密无间，小情侣两人打得火热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